每一集都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吗？很好，是不是？就像我们的同学，我们每一集来都是不一样的人。听说你这边蛮厉害的，我这边很厉害，就是你这边里面有个同学很厉害。我这位同学，他基本上可以讲那个一整集的故事给你。真的假的？来来来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好，欢迎天生国小的同学。今天先登场的是天生国小，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的他们，不管是考反应还是考音乐，对他们都是小菜一碟哦。在天生里吗？在宇宙里面的银河系里面的太阳系里面的地球的台湾的新北市的淡水区的沙仑里面。哎呦，在沙仑吗？缩小在哪里？淡水区沙仑。那你现在在哪里？这里。这里啊，好，我们这边厉害了，四东国小准备好了没？好。今天另一队是市东国小，五位坐在默契绝佳的好姐妹联手出击，誓死要拿下奖金。对手们可要小心应战哦。市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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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加油，力量大，市东可以。简洁有力。而且市东都是女生哎。你们是排球队吗？怎么都这么高啊？不是。欢迎。好，马上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关卡，走。旗开得胜，游戏规则说明。每队包含主持人，各派三名代表出来对战，每人两手各持不同颜色的色旗，参赛者需听指令升降手中的旗子，动作错误即淘汰，最后存活者之队伍胜出。旗开得胜，看到我手上的旗子，这位同学，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感不感人？感人，这是天生国小做的，对不对？自己做旗子哦。嗯哼，其实很多小朋友现在都会在家做这个东西，对，跟我们一起玩一玩，很有趣哦。好的。其实这个身高有一种在做云霄飞车的感觉，来跟着一起走。哇！哇！哇！好紧张的。又紧不紧张？紧张哦，不要紧张好不好？深呼吸。要不要动动？好可爱！不要，加油！好可爱哦！好可爱哦！感觉我们在欺负他的感觉。好喽，那我们要准备喽，请降旗。导师音乐，请了。白旗、绿旗升起来，红旗不要降，绿旗降下来，蓝旗升起来，白旗、红旗降下来，蓝旗不要降，绿旗不要降，蓝旗不要降。难怪你还自己承认吗？是不是蓝旗不要降，对不对？好，没关系，那我们继续旗下喽。谢谢你，好，加油啦，同学，请降旗。导师音乐，请了。红旗、白旗不要降，绿旗不要降，蓝旗升起来，白旗不要降，蓝旗降下来，绿旗、红旗升起来，白旗降下来，蓝旗升起来。全部升起来，红旗、蓝旗升起来，绿旗不要降，白旗升起来。好，绿旗有没关系？我们回去休息一下下，好不好？那现在有没有比较不紧张了？加油！有。那为什么一直看着我的胸？好可爱哦，好可爱哦。他拿旗子很紧张，就拿着拿着麻将，不要紧张哦。那这样，那我们先回去休息一下，拜拜。一切都结束。怎么会这样？我们队只剩一个人。我们给你好，加油！一晨加油！一晨加油！一晨一晨一晨加油加油！好，我们不用，我们安静，我们慢慢来。OK， 准备好了，请降旗。好，小声音乐，请了。红绿红绿红绿，绿旗红旗升起来，白旗不要降，蓝旗升起来，红旗不要升，绿旗蓝旗降下来。旗降下来，蓝旗不要降，绿旗红旗升起来，全部降下来，蓝旗升起来，白旗不要降，红旗升起来，绿旗蓝旗不要降，白旗降下来，蓝旗降下来。哎呀，因为你们也快了，对不对？可是好高兴哦，我终于打败了你们一个了，谢谢许丽。好嘞，现在呢？蓝队只剩两位，红队剩一位，红队加油了，一晨加油，加油，先慢慢来哈，加油，不要怕，不要怕，就下去了。好，请降旗。好，老师音乐，请了。很快哦，红旗。
旗蓝旗升起来，绿旗不要降，白旗升起来，红旗不要升，绿旗蓝旗降下来，绿旗升起来，白旗不要升。我希望比赛精彩，你们两个人一对一比赛好不好？一对一比赛，加油！好嘞 ，PK 赛喽！宜晨跟品轩，要不要给你们加油一些些啊？宜晨，加油！老婆在看啊。好了，请暂停。老师音乐，请了。加油！红旗蓝旗升起来，白旗不要降。蓝旗升起来，红旗不要升。绿旗蓝旗降下来，白旗降下来。蓝旗不要降，绿旗红旗升起来，全部降下来。二品轩，一成，本来一个人对三个人。现在一个一个被你处理掉了，有什么同学对着镜头说？同学对着镜头说一下感想。耶，我赢了。他等于是直落三哎。对啊，他刚是一个人在台上哎。三连胜哎。然后又最瘦小。真的，好不好？掌声鼓励一下。换你了。钟欣凌姐姐上场了，老师。请降旗，音乐来吧，慢一点，很好。绿旗红旗升起来，白旗不要降，蓝旗升起来，红旗不要升，绿旗蓝旗降下来，白旗降下来，蓝旗不要降，绿旗红旗升起来，全部降下来，蓝旗升起来，白旗不要降，红旗升起来，绿旗蓝旗不要降，白旗降下来，蓝旗，你怎么那么早？我想说要跟你好好玩一下。我跟你说，我觉得太好玩，变笨了。啊，算了，我也希望你笨，来，慢慢休息一下吧。换场地。耶！同学们，请降旗，老师音乐，给他下。红旗蓝旗升起来，绿旗不要降，白旗升起来。绿旗不要升，红旗蓝旗不要升，白旗升起来，绿旗降下来，白旗降下来，红旗升起来。告诉我现在在哪里？嗯，宇宙，宇宙，宇宙，天王星，冥王星，地球，地球啊！你被淘汰了，谢谢。好的，现在就呈现1-3的状况了。他们说何书达是最会玩游戏的一个。真的假的？对，而且也是运动健将，感觉得出来。没关系，气势气势很重要。感觉出来，可是我们有四东国小的 SHE 陪他。加油，四东国小，不要被直落三，有没有信心？有。请降旗，老师音乐下吧。来了，快点喽！加油！蓝旗白旗升起来，红旗不要降，绿旗升起来，白旗降下来，蓝旗红旗不要升，绿旗降下来。白旗不要降，蓝旗不要降，红旗不要降，绿旗降下来，蓝旗白旗降下来，全部降下来，绿旗升起来，白旗降下来，蓝旗红旗不要升，绿旗降下来，白旗不要降。失忆了一下下，完了，已经失忆了，没关系，好不好？休息一下，谢谢。没关系，会不会直落三呢？一定会。看看啦，老师音乐请下，请降旗。来喽，超快板，绿旗不要降，蓝旗白旗升起来，全部降下来。红旗不要降，绿旗白旗升起来，蓝旗降下来，白旗不要升，蓝旗升起来，红旗绿旗降下来，白旗不要降，绿旗升起来，白旗蓝旗不要升，红旗升起来。我们算平手了，好不好？不要玩了，好累。好精彩，而且你们现在直落二哎，子涵，谢谢你哦。留下了这两位精英呢，这个回合一定会有人输了。好精彩哦，你们！到底是我们的四东国小，还是我们的天生国小？当然天生了。看着办，请降旗。观众朋友应该很紧张，老师，音乐开始。加油啦，同学！上半场天生国小1-3奇迹胜出，究竟下半场他们能否再起死回生呢？请降旗，观众朋友应该很紧张。老师，
音乐开始。加油啦，主持人！蓝旗白旗升起来，红旗不要降，绿旗升起来，白旗不要升，红旗降下来，蓝旗绿旗不要升，红旗升起来，绿旗升起来，白旗降下来，蓝旗升起来，蓝旗绿旗不要降，全部降下来。不要降，苏打有勇气，他是不是排名？苏打，你刚刚是不是这样？你刚刚是不是这样？对。对不对？对，我们是不是？好不好？OK，服不服气？服气。可是棒不棒？棒！掌声鼓励！掌声鼓励！谢谢谢谢谢谢。好，所以这一回合呢，是我们的四东国小。Yes Yes。哎，所以等于算是平手了，对不对？各得一分，各得一分。很棒。王炳树1-1，暂时平手，马上进行下一关卡。脑筋急转弯，游戏规则说明。每队包含主持人各派三名代表出来对战，由另一名主持人出题，同学必须做出相反指令的动作。例如题目是举左手，同学就要举右手，一旦犯错就得到失误牌，同队累积3张失误，该队即算失败。脑筋急转弯 ，OK， 脑袋要转个弯 ，OK。我们发现四东国小在这个比赛里面，哇，很好看哦，那个，而且不是，腿好长，他们腿也太长了吧？对啊，你腿也太长了吧？而且我是天山国小的，你的腿怎么会这么的？我的腿，已经很努力在伸长。你不适合穿横条的，我穿直条其实也是这个长度。好了，准备好了没？好了，老师音乐，请，嘿。脑筋急转弯呐，头脑转个弯呐，左手，右手，右脚，左脚，你们太吓人了吧？人就是经不起快，一快就会乱。拜拜。好的，老师音乐继续。嘿，吼，脑筋急转弯呐。右脚，左手，右脚，等要想哦，左脚，右手，你猜，往这里是右手，你答错了，当然，天真国小只剩一枚喽，老师音乐，动手，嘿，嘿，脑筋急转弯呐。左手，厉害哦！右脚，双脚，右手，左脚，双脚，左脚，好累呀、啊！你们强到我都不知道怎么出题了。小朋友太厉害了。好，老师音乐继续。脑筋急转弯呐，头脑转个弯呐，左手。啊！在右边，你在哪里？我在东城尾团。你在你的座位里，再见了，再见，再见。换边。好耶！要来脑筋急转弯，现在上来的是我们的叶君哥哥。同学准备好了没？好了。有没有信心？有。好。老师音乐请了。脚，香迪啊，香迪好可爱哦，你竖起拳头哎，只剩最后一次，真的安心组，不用担心，贴上去就安心了，好不好？这是代表你得分了。好，好，好，来，老师音乐请了。脑筋急转弯呐，头脑转个弯呐，左手，左手，右脚，右脚，左脚。辛苦，你两个没关系哦。哦，以前也错了，对不对？哇，帅，加油，相信哈。好，老师音乐请了。哎，脑筋急转弯呐，头脑转个弯呐，右手，左手，左手，左脚，右脚，右手。右脚，左手，等
想要姐姐的这个，对不对？好，就带。他没有哎。什么？他摇头摇得好快哦。好，就带四连破，不好意思，天龙国小集到三个啦。四连国小我们赢了，我们得分了，总比数2-1，四连国小暂时领先。马上进行下一个段落。超级偶像游戏规则说明，每集会有两位关主出题，唱出耳机里听到的歌曲，再由两队合作在白板上写出歌名，猜对较多歌曲之队伍胜出。耶，欢迎来到超级偶像。是的，不是偶像不登台，我们的新朋友是瑞甫，掌声鼓励一下。来，瑞福，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几岁，读什么学校？大家好，我叫汪瑞福，我今年7岁，我读新雅国小。啊，今年级对不对？喜欢唱谁的歌？偶像是谁？周杰伦。周杰伦，那唱一首周杰伦的歌给我们听一下。好，好，预备，开始。你算什么烂人？算什么烂人？还爱着他，像是在像是在人。你说上这许人分，愿找一找更好的男人。很像周杰伦，歌词怎么都听不大清楚。对，像早期的周杰伦，就是摸不清。对，摸不清，摸不清。那妮娜，大家都很熟悉了。对，今天准备什么要给大家？唱歌。唱歌，唱什么歌？小幸运。那就你喽，预备备。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好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难为我对抗世界的确定，那陪我淋的雨，你说我的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好了好了，恭喜你们两个在一起了。好搭，好搭哎！今天的合唱一定非常非常精彩，很棒，而且两位都落落大方。你红了啦！而且很棒，你们两件造型也很棒，这种造型介绍一下下。王子，王子，王子。哦，欧洲的绅士跟那个公主，你看得到他是坐马车来的，那他是骑马来的。好了 ，OK， 谁先唱？谁先唱？那就妮娜先唱好不好？来来来来来，瑞虎在这边，把他们唱的歌给猜出来就可以得分。第一题，老师 ，Go。Baby baby baby oh， 来了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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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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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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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是他当初来试镜的时候唱的歌，真的吗？是他唱最好的一首歌，是哦，是，好不好？他把最重要的也都唱出来了。哎，老师，5秒钟给答案，倒数开始。我们呢，歌曲其实很多元，有台语，有国语，有各国的语言。请亮答案，1、2、3。红队这边是哦 ，Baby， 五千米。是小贾斯汀的 baby 吗？哦，谁猜的？我苏达，你觉得是 baby？ 应该哦，你们觉得是 baby？ 哦，小贾斯汀，小贾斯汀，哇，小贾，好厉害了！我们这边是 baby baby， 是谁的歌？也不知道，只听到 baby 而已。好，到底是 baby 还是 baby baby？ 老师，音乐来吧。答案是一个 baby， 一个 baby，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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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你怎么敢？哆啦啦哆啦，你是情商是不是？我第一次录影，看到你的监制头伏在桌上。我们第一次听到，你真的太棒了你！我们没有想到7岁的小孩子的感情可以那么的深了。对，越唱越确定，有种失恋的感觉呢。好，有没有答案？如果没有答案，我们可以再听一次，因为我个人很想再听一次。有吗？没有，有答案吗？这不乱猜，没有答案。OK， 我相信全国观众朋友都很想再听一次。用情不要那么深 ，OK， 不要哭哦，不要哭出来。大声一点点。开始。第一次来的新朋友瑞普，虽然唱的不是很清楚，但是重点都有出来。究竟他唱的是什么歌呢？广告后让我们再听一次吧。我相信全国观众朋友都很想再听一次。用情不要那么深 ，OK， 不要哭哦，不要哭出来。大声一点点。开始。我对着千金把你也对着，像是我带我的来世是你的爱，你知道越不得越不舍，我不懂得爱的痛，痛的心如刀割，痛了了又痛了。很像哦，他们第一次跟第二次怎么可以差的那么多？因为这个原唱我认识他本人，其实唱的就差不多是这样。而且他第一句就把所有该唱的都唱出来。好了，我觉得没有办法再提示，再提示的话，我 OK， 亚洲天王。亚洲天王，老师倒数5秒开始。5、4、3。亚洲天王。3、2。亚洲只有一个天王。时间到。好，1、2、3。红队这边的答案是对折。我们这边的答案叫做 shaky shaky， 摇动摇动。是谁的歌？张学友的歌。那怎么会有摇动这个歌名？他最后说摇动了。他有说摇动。哦，好。到底是对折还是摇动呢？老师。我把我对着，千金把你也对着，今生是你借我的，来生是我嫁给你的。亚洲天王就是任贤齐，答案就是对折。这次呢，我们的字有一点点的错，可是没关系，我们纠正一下下就好了。是的，对，对，对，折来折去，对折不是打对折的对折，对对对对对，还想不到什么对，好不好？对折，各位合唱歌曲来了，来，世纪男女大合唱情歌对唱 Number One， 预备，开始。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时光被。我的未来不是梦。啊，会唱朋友可以一起唱了啊。心中在落。好清楚哦。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梦被人拿走。我的未来不是梦。我心。很好。相信两边都有答案的，应该不用再给5秒了，对不对？不用给，不用给。尽量答案，1、2、3。看看。天上国小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志东国小答案也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好，我们来接着下一题了，这里都答对了。哈哈，听一下吧。听一下。好，老师，我们来听一下吧。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种。一起来。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不错，所以两边都答对了，各得1分。好，最后一题喽，很非常关键的1分了。预备，开始。虽然只你最美的景好，没有谁做的，只美的微笑，是你我到，是我的时代。很好，他们旋律唱的其实非常的标准。数到3，请给答案。
来，一二三，天生快乐是小酒窝，谁的歌？林俊杰。林俊杰。林俊杰，对不对？好，这边呢？小酒窝，没有问题的。老师，到底答案是什么呢？来。国小答对了四题，他们答了四题，四中国小答对两题，两题，嗯，好，所以这一回合呢，得分的是我们的天生国小，恭喜！好了，马上进行我们下一个关卡 ，Go！ 关键密码、游戏规则说明，每队包含主持人各派三名代表出来对战，由关主设定一个数字，两队依序轮流随机喊出一至九十九其中一个数字。主持人会依照喊出的号码逐渐缩小范围，一旦喊中设定号码，该队即算失败，由对手获胜。欢迎来到关键密码。厉害了，我们欧洲来的间谍戴墨镜，超级不搭的。那请问谁要先出题？谁？我。你吗？好了，那就交给你了。好，乖，过来，小心，小心。好，大家眼睛闭起来。慢慢开，很好，非常棒。有没有看到？看到了，对不对？好，盖起来，盖起来，这些不可以讲哦。好，盖起来。好嘞。现在，请第一位同学，请就位。一到九十九，六 ，pass， 请上台。六到九十九，七十六 ，pass。六到七十六，五十，很敢猜 ，pass。十到七十六，五十到七十六，五十二 ，pass。五十二到七十六，六十，六十 ，pass。燕俊哥哥，六十到七十六，六十八，觉得它是好数字，对不对？因为我是六十八年次的。你看怎么说啊？六十八年次 ，pass。精彩喽！下一位，六十八到七十六，七十 ，pass。六十八到七十喽，七十到七十六，七十到七十六，他傻了，朋友，七十到七十六，我真的傻了，七十三，好敢喊哦！你们，你过了，我们应该就没事了。pass。七十三到七十六，七十五，七十五，七十五。没有关系，来看看我们的间谍，给大家看看是不是七十五？哦，是不是七十五？好，目前哎，四栋国小暂时领先哦。好，没问题。现在我上场。第二回合，我们的 Lina 要来出题了。Lina， 各位请闭上你们的眼睛。嗨。请睁开眼睛。四东国小第一棒，请就位。关键密码一到九十九。五十。五十。pass。下一位。来。五十到九十九。六十。pass。六十到九十九，七十，很好 ，pass，
下一位，70到99，75 ，Good， pass， 好耶，75到99，98，好，98 ，pass。75到98，85，笑什么？运气会有用完的一天。我看pass， 谁死我了？85到98，90 pass， 哇塞！90，请上，不想玩吗？85到90，86，哎呦，80，再给你一次机会 ，pass， 哇，86到90，88，预备。Father's Day， 哎，真的有80吗？好，第一回合是四通赢，对，然后这一回合是天生赢，天生赢，对，平手了，各得一分，是的，目前还是3-3，正成平手啊，你们好强哦，好紧张啊，各位，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了，走，合作无间，游戏规则说明。六位队员排成一横排，两两相连的同伴必须把脚以两人三角的方式绑在一起，并将两个相连的呼啦圈运用身体脚入头出的方式从第一位传递到最后一位，来回各一次，花费时间较短之队伍可得两分。合作无间，厉害了！现在目前为止呢，还是战成平手了。是，所以很重要，而且这个是两分。对，没有错。所以我怎么讲话都对。所以呢，你这关赢的话，就代表赢了今天所有的比赛了。是的。刚刚当做交朋友。没错。忘了他。对。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吴老师，是你们练习的时候最快速度是多少？44秒。44秒是不是？对。24秒。都耳朵听众有人说24，希望你们可以获得今天的比赛，好吗 ？OK， 准备好了没？好了。天生国小，请倒数。3、2、1，帮他们加油！哎，今天实力相当的两队，究竟攸关胜负的最后一战，谁能胜出呢？广告后回来一起帮他们加油吧。是 yes 好了，到底我们的四通国小可不可以突破4个 yes？ 攻守交换。四通国小，四通国小比较吃亏，因为他们身高比较高。嗯，可是他们其实都有一次，所以也很 OK 了。对对对，应该是没有问题，好吧？你们练习的最快多少？没测，没有测是没有完成过还是？有啊，一分钟啊？那我告诉你，比赛一定会快10秒。可是不够啊，因为他们40秒，好不好？快20秒，好不好？加油！有没有信心？没有。没有信心。合作无间，四通国小，请倒数。3、2、1，好。加油！哎，
哎，蛮快的哦。说，很好。你们可以讲话，没有关系的哦。那次讲很好吗？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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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蛮快的，蛮快的，有机会。很难得，就是说，你们说你们的成绩多少就是多少了，好吧？成绩公布，1分02秒69，恭喜天灯国小获得10000元奖学金！谢谢你们精美的奖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参加我们的超级总动员。我是 Kiwi 姐姐，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记得按下订阅键。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内容的话呢，也记得看这里。